而且我们其实不仅我们是推着人拿着拐杖，而且我们真的是在这当中，我们感受到其实在这马路上的各种的灾区，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好听的歌声带给这些受创的灵魂，以及在地上生坚毅的人生。今天我们先来欣赏当时我们在三月份我们在灾区所做的一段记录。
是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到石卷去关怀的一个情形。我们能够完成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工作，其实是要非常非常感谢日本松本大学的教授高武彬博信教授，他带领我们一起到这个灾区，在那马路倡议当中，以及不管那边交通还是那边整个环境，他带领我们完成那样子的一个困境。今天我们很高兴，特别高武彬博信教授今天特别从日本来到了广州，我们掌声来欢迎日本松本大学高武彬教授。小小心意，我们现在要请广清合唱团的团长张卫宇团长来致阵广清人对小小心意给日本松本大学的高武彬教授。